我等你到下辈子。啊？哇，看看一生就好了。你看太多生了。太多生它就会掉哦。你最多三生一。哦，一生。你看吧。你看吧，是你没有拿好的。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对啊。我会等你。要转到有跳一生。转错边的。你们两个都很喜欢转那一边。没有，你那个竟然没有弄好，没有卡好。你的手卡住了，你的手不能放下面。不然我的手要放在哪里？你的手抓这里，对，抓上面。我吴兴义又无条件的输一场了。你要丢在这里面转转转啊，不是丢在沙发下面。你丢在沙发下面做什么？哦，这是战斗场哎。它这一颗的没有白色可以看，所以两边。所以我刚就说要在那边点个黑点啊，拿个棋底点一下啊，可是这个小孩就不让我点了、啊、等他睡觉了、就是、最后一场终极决战，等一下哦，这一场我要飞出去了哦，为什么你的陀螺会飞、啊、3、2、1终极决战，你看又一个骂他都不知道在玩什么鬼，对呀、啊，吴兴义赢妈妈了，妈妈太霸咖了。你妈妈太容易了。